海任这边有哪一间餐厅是可以用10块钱吃到一餐的？你是说餐厅还是档口？餐厅啦。哈，神经病啊！你没开价，物价很便宜啊，10块钱让你吃到哦。美女，美女，哎，你可以试下我们的那些冷麦，还有蜜香，只要6.8块。哇，10块钱真的可以吃到一餐啊！富士奶茶餐厅 at Kajang Prima。来，你的6.5块的那些的吗？很蜜香来的哦，来了。6.5块的就是勾送的，如果你要配这个咖喱鸡是16.9块，配这个鸡腿就是15.9块，上面有很多人吧。把皮脆脆的，面筋肉质很香哎，帮你们试一下这个6.5块的蜜香。酸酸辣辣，比较偏辣，很嗨味哎，鸡西狗发嘞。哦，还可以拉丝，里面有虾，还有番茄酱的味道，好吃哦！你看它虾面，很多料，很多只虾，连西餐都有。还有这个没有看过耶，它是滑蛋蟹柳饭，水嫩嫩的红豆豆腐花，还有他们独创的这个富士山奶牛角包。哇，口感脆脆的，上面淋了那个蜜糖上去，甜甜的。还买了单的时候，哇，一整桶了嘞！这真是无敌搞啊！还有 coffee, ribena, 还有这个 cold fruit,